Sì, fa.来两个料子给你看，来个木讷的。哟，什么的？你说你脑壳疼不疼？重量还可以，个头也够啊。手镯料，就皮看着裂有点多，这种地方看了吗？就是花色，这就是飘花。这个不好。这边断个表现会更好一点，看到没有？亚灯这种绿它不是色，就是飘花。这一条应该也是花带子啊，这个不是色带子，这个多少钱？这个，嗯，16000。16000？对。两千块钱不要买。哎呦，两千不行啊。万以上看不到，再看看吧，你不要抢料子嘛，不给太低啊。嗯。 这个很好的，水头倒是还行，里边飘花应该会进3000嘛，它是不行啊。最低你不要拿，给你8000吧。这样吧，反正第一次4000，我觉得给的不低了。这个石头皮壳你自己看嘛，这种皮还是粗了一点，裂也多了一点。里面很好的，切了才知道嘛，是不是？对，水头过得去，不然我也不要它。4000块钱嘛，我觉得合适的，合适就看下一块。第一个给你。行，好。 点一下，给它拿一下。这块石头呢，主要是什么？里边有飘花，看切开以后有没有镯子了。有镯子，那飘南花的镯子那就大涨，直接干一刀。油锯上一刀。老板，祝你大涨，啊、以后都买我的石头啊。行行行，谢谢。石头都是好的，好不好？还是得切开以后才知道。石头好，我会经常买的。开干，机器一响，黄金万两。OK。 哇哎，这么好啊！我都卖亏了，卖亏了，裂多啊！我说裂多嘛，这一条花基本上透过来了，看没有？来这边也是一样，所以基本上这块料子就是说不会变了，里边都欧化了，我都切了这么厚的盖子，木纳切了一个星期了，切了多少了？终于干涨了吧？这个石头我还有，还要不要？明天再送过来吧。我个人还是更看好这一块，它不是这种南花，它是飘的是绿色的，继续切它。